在一片光明的云彩里，圣神出现了。云中有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衷心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是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门。请大家祈祷。天主，你的圣子基督显现圣容时，你借着古圣祖的作证，坚定了我们信德的真理，有奇异地预定了我们做你的义子。求你惠赐我们今生听从你爱子的训诲，来世与他同为天国的继承人。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门。恭读丹尼尔先知书。夜间丹尼尔我在神室中观看，宝座安置好了，一位万古长存者坐在上面，他的衣服皎洁如雪，他的头发白如羊毛，他的宝座好似火焰，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有一道火河涌出，从他面前流下，有千万服侍他的，有一爪侍立在他面前的。审判者已开庭，卷宗已展开。我仍在夜间的神室中观看，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随即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那似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域的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为王，至高至尊，超越普世。上主为王，至高至尊，超越普世。上主为王，愿大地踊跃，所有岛屿都要一起欢乐。云彩和幽暗围绕在他的四周，正义与公道是他王国的基础。上主为王，至高至尊，超越普世。面对上主，普世的大主，群山都要融化，像蜡烛一般。苍天传报他的公道，万民看见他的荣耀。上主为王，至高至尊，超越普世。你是至高的上主，超越普世大地，远超所有神奇。上主为王，至高至尊，超越普世。阿莱路亚，阿莱路亚。这是我的爱子，我衷心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阿莱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带着波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悄悄地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容发光，犹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忽然，梅瑟和厄利亚也显现出来，跟耶稣讲话。于是伯多禄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
我就在这里打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彩笼罩着他们，有声音从云中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三个门徒听了这声音，都伏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就走过来抚摸他们说，起来吧，不要怕。他们抬头一看，只看见耶稣，其他的人都不见了。下山时，耶稣嘱咐他们说，在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刚才所看见的事告诉别人。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教会庆祝耶稣先圣容，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可见这个事情是如此的重要和真实。同时在伯多禄后书也有提起这个事情，伯多禄后书上告诉我们说，他实在有天主接受了尊重和光荣，因那时曾有这样的声音从显赫的光荣中发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来自天上的声音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的。所以伯多禄在他的后书当中也这样宣告，他在这个山上听到了空中天父的声音。我们教会知道这座高山，教会一直传统上认为就是在拿撒勒东南十多公里处的叫做大波尔山，它高于大概500公尺，是以色列地区的，是圣地的第一高峰。山顶上啊是一片小的平原，可以瞭望整个圣地的美景，上面有一个圣堂，而且也有三个帐篷，现在打了三个帐篷在那里。那么在这里呢有梅瑟出现了，我们知道梅瑟在旧约当中代表的是法律，有厄利亚也出现了，厄利亚在旧约当中代表的是先知，梅瑟代表法律，法律就是天主这个梅瑟颁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天主实际，所以梅瑟啊成了法律的代表。厄利亚呢是所有先知，先知不是先知道，先知的意思就是宣讲者，同时他们在宣讲的过程当中也对将来的墨西亚有所预言。梅瑟和厄利亚的出现是表示他们见证了旧约中一切有关墨西亚的记载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而他为了救赎每一个人而死，更把所有的生灵由罪恶中拯救出来，重新获得自由和新的生命，这就是梅瑟和厄利亚的出现的意义。那么有伯多禄、雅各伯、若望看见了基督光荣的面容，他们说啊，他的面容啊发光如同太阳一样刺眼，不敢看耶稣的面容，开始发光了。伯多禄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因为他看到了天主的光荣，他的面容改变了。马窦福音当中记载说，他的面容发光犹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同时耶稣的面上闪烁着天主性的光辉。我们看那个圣经的第一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有一个耶稣的面像，那个像的话呢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妇女啊给他擦脸，然后给他留在上面，无论人家啊给耶稣擦面的时候留上来的那个耶稣的那个面容，底下就写了一句话说，耶稣的面上闪烁了天主的光荣光辉。所以格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说，因为那吩咐光从黑夜中照耀的天主曾经照耀在我们心中，为使我们以那在耶稣基督的面容上所闪烁的天主的光荣的知识来光照别人。所以宗徒们在耶稣身上，耶稣的面上看到了天主性的光辉啊。梅瑟见了天主以后呢，梅瑟面上发光，他本来的话以色列子民是不能见天主的，但是梅瑟的话呢亲自见了天主，给他颁赐实际，所以以色列子民看到他的时候呢他的面上就发光。梅瑟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手中拿到两块约板，
他下山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脸皮因同上主谈过话而发光，所以每次啊，我的面啊，因为跟天主谈过话，所以脸上就开始发光了。那么我们中国人也有相由心生，就你心里有什么，面上就会表现出来。你心里有高兴的事情，即便你嘴上不说，面容上也会表现出来。那么同时，《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说，谁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腓立波问说：“老师啊，把父显示给我们吧。”那耶稣就说：“腓立波呀，我同你这么长久，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同时，《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行慈悲的应该和颜悦色。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有一道皓光啊，把它打下来，那道皓光就是天主的光荣，天主的光把它给打下来，照耀下来。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中国人还想说，你看这个人的脸色不好，这人的脸色不好，为什么呢？可能是生病了，或者可能有什么忧愁事儿，所以他脸色不好。另外还有一个说脸色不好是什么意思啊？他也没生病，他也没有心情不好，他就是见到你这个人，他不想搭理你，所以瞪一眼给你脸色。我们中国人喜欢给人脸色，就对着不喜欢的人给他个颜色看看，不搭理他，这个是不好的。我们不要给人颜色看，给人脸色看，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面前应该反映出基督性的光辉。那么伯多禄这个时候来讲，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打三个帐篷吧，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然后呢，我们三个徒弟呢，跟你们就住在一起。打帐篷什么意思啊？那时候打帐篷不像我们现在去郊游的时候搭个帐篷，晚上住一晚上。不是，那伯多禄说搭三个帐篷，那就是我们不下山了，不走了，住在这里了。耶稣、梅瑟、厄利亚和我们三个各三个住在这里，算了，山下的宗徒不管他们，不要了。”这是伯多禄啊，这个时候说搭三个帐篷，耶稣却没有搭理他。后来之后呢，伯多禄呢又要组织耶稣上耶路撒冷，耶稣却他组织耶稣受苦受难，耶稣却斥责了他。因为伯多禄这个人有的时候心直口快，想什么说什么，有的时候他就没有领悟到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耶稣显示出天主性的光辉是在他受苦受难之前，为了让宗徒们能够真正了解他确实是天主之子，而且给宗徒们勇气啊，使他们能够面对耶稣的受苦受难这个事实啊。但是宗徒们却不了解。那么我们看到天父在圣经当中啊，总共记载有三次天父发出声音来，天父讲话。第一次就是马窦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有声音有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么第二次呢，是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有一片云，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天父加了一句，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在大伯尔山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又加了一句说：“你们要听从他。”第三句天父的话语是说：“父，耶稣说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说：“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所以在这里，天父让宗徒们是听从耶稣基督，不是听从梅瑟，不是听从厄利亚，而是要听从耶稣基督。你都是说，哎呀，梅瑟、厄利亚出现，那已经是非常不得了了。当时耶稣是个什么人物啊？最多是个拉比，老师而已嘛。以色列人称他为拉比，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师傅的意思。所以呢，宗徒们就认为耶稣是一个老师。那厄利亚那可不得了，大人物了，说到中国比说孔子还厉害。然后呢，说这个梅瑟，那也是不得了的人。所以这时候来讲，宗徒们说：“我打三个帐篷，把梅瑟、厄利亚和耶稣给你们画等号。”那耶稣应该很高兴吧？这宗徒们其实误解了真正耶稣基督显现圣容之后的意义。所以天父告诉他们说：“不要听梅瑟的，不要听厄利亚的，而要听耶稣基督的，只听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
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要注目看耶稣，不要看这个世界的伟人，也不要看这个世界有能力的人，也不要看什么成功的人士，也不要看什么企业家、科学家，我们要注目看耶稣。耶稣说：“凡劳苦和担重担的，应当到他跟前来呀，必获得安息，必获得满足。凡饥渴慕义的，来寻求耶稣吧，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看风浪，不要看世界，而要看耶稣基督。这是天父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只听从耶稣基督的声音。所以耶稣的面是慈祥的，小孩子喜欢接近他，接受他的祝福。他的面流露着宽恕，伯多禄三次否认他的时候，他仍然宽恕他，仍然吸引人来归向他。所以我们要和颜悦色的对人，使我们每一个身边的人都能够从我们的面上也能够看到基督的光辉，天主性的光荣。阿们。上主，万有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把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们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把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今天庆祝你的唯一圣子荣显圣容，请你圣化我们呈现的礼品，并以他灿烂的光辉除去我们的罪污，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基督在他拣选的众人面前显示了自己的荣耀，并用辉煌的光芒照耀了他那与常人相同的身体，如此准备了门徒的心灵去接受十字架的凌辱。基督身上发出的奇异光辉预示他的整个教会必将充满光明。因此我们随同天上的天使，在人间常常歌颂你，称扬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的第二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愿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终日去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燃起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前程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一生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宁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请大家祈祷。上主，你愿意你的圣子借着荣耀的显荣放射出他神性的光辉，求你使我们所领的天粮改变我们，成为他的肖像。以上所求是他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